章书豪在六月底宣布结婚，三个月后喜迎新生命，如今怀胎已经七个月，日前更举办性别派对，揭晓宝宝的性别。在性别派对前，夫妻俩对于宝宝的性别都充满了好奇，起初觉得是男孩，后来又觉得是女孩，欧阳妮妮甚至紧张到手心冒汗，迟迟不敢戳破气球。当蓝色气球飞出来的那一刻，现场爆出欢呼声，欧阳妮妮也感动得泪流满面，紧紧抱着章书豪向他撒娇说道：“我要被保护了吗？”妈妈傅娟开玩笑的说：“希望妮妮生两个儿子，再生一个女儿。”让欧阳妮妮吓了一跳，连忙表示自己会努力。说欧阳妮妮表示非常期待未来能被家中的两个男人疼爱，也希望未来能为老公生一个女儿。章书豪则坦言，得知宝宝性别的那一刻，心情非常复杂，是一种很冲击的感觉。不过他对即将成为爸爸感到非常兴奋，也期待和孩子一起成长。